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可以吗？头好晕哦。哎，小心，快到，快到。老兵，你今天好帅哦。 咪宝是复健科医师，而你的公司刚好又有复健科的部门，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我懂了，我可以请咪宝来公司上班。咪宝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聊一下。嘘，不要说话。 不舒服，我好想吐，头好晕。阿明，好不舒服，我好想吐，好晕啊！别这么多，当然会不舒服。去帮你倒杯水，等我一下。阿明要去哪里？阿明。 起来！啊，起来，起来！怎么了？嗯，我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？这几天没有工作，有一搭没有一搭，有团购，说出来根本就是你在养我。这样下去，真的可以吗？我没有梦想，没有未来，甚至没有成就感。 只能靠着你过日子，只能依附在你身边。我是不是就像你们说的，像一条鱼？一条什么？咸鱼。我不要当咸鱼。你不是咸鱼，你不是咸鱼，嗯？你做的鲤鱼吗？我不要当咸鱼。还是鱼过鱼。